你为什么要这么狠？你做了什么事情，让你这么狠，想要费尽心思的杀我？你做过什么？我谋弑全族。命你全族的是赤臣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赤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装了！赤臣谋杀了我们所有的亲人。今日，我们就杀了他唯一的女儿。 我的父亲是昊灵王，这些血祭奠战士。我的父亲是昊灵王，这些血。 祭奠剑士，这些血祭奠绅士。你们杀错人了，我是昊灵王的女儿。 爷爷，爹爹，娘，大哥，大嫂。